傲慢的过不顶，强求的婚姻不行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刷卡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白。咱离婚了。卡叔，爱三个人继续痛苦，我退出是上好的选择。顺续把现状当幸福的人家，安尼两家的恩怨马上是结束。是你啦，阿祖。当初应该跟你教会讲个清楚的。是我自私，你无需要感觉亏欠。手续我拢叫人办好啊，名签好啊，一切都结束啊。卡苏兰，你无同个环境下熟悉，凡事都袂惊到即款结局啊。无啥物卡苏，事实就是老邱才是会当让你幸福。和心中同幸福的人，我祝您幸福，也祝福未来心中同的心理会当幸福。多谢。明天签的，咱就解脱了。我只是暂时去日本，暗时永远拢袂见面啊！你哭到安尼是安怎啦？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就想着以后，就剩小姐你家己一个人啊！啊，你袂晓煮饭嘛，袂晓做家来事，后摆日子是要安怎过啦？小姐，啊，无我跟你转回去日本好啊啦，我实在是袂放心。哇阿哥啊，我也被咬死啊！哇，今去坐客运啊，若是无坐着，都要等半工啊。好啦，那安尼小姐，你去日本遐若是没关系，你就赶紧回来哦，我会马上去伺候你。你啥物时阵变阿这么啰嗦？啊，不是老阿婆啊！好啦，赶紧赶客运。多谢你啦，我还想你。你去哪？我送你去。我要去很远的所在，你的脚踏车无法度到，而且我嘛无假的车资会当付予你啊。用这赌车钱啊？我会打拼做工课，钱若是欠够啊，就去日本找你。那安尼要欠真久哦。你别说腰没点哦。多谢你，慢点哦。哎，阿叔舅，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来坐下。来坐下。阿伯，卡车妹，忙打辛苦。
来，用三碗水，大火抓到大滚了，再过用小火抓到剩一碗，搁加添满，可能比抓五分钟。啊，你先吃三工，吃完了再过来一抓。袂歹嘛，阿秋生。搁你甲我开啊！我写俄罗斯表演都袂歹，想袂到你遮尔厉害。这是外表，你莫看我敢那足认真诶，其实紧张到要死。这是我考着中医师执照了头一摆看诊，绝对袂当有半点是较差。我是讲真诶啦，你看你遮尔办事，病人嘛对你才有信心。这是你过去三年辛苦打拼诶成绩，毋但是考一张执照。你讲讲哦，亲像我的执照无值钱，这是我拼三年才拼来的。值钱，绝对值钱。我一定甲你顾着着，无吼，大卡一棒，特别你跟我抢人。有想要去内底看看的无？没啦，即马清明的时代啊，咱就直接远远看就好啊。哎呀，辛苦不吃饱饭的，等来去吃饱饭咯。嗯，啊，大概吼想要看外孙啊，你都讲要吃饱饭啦。顺是来啦。来了。你中医执照嘛考着啊，我嘛等几廿年啊，算了，应该个时间了哇。你咧讲啥我听无？秋春菜。秋春菜啦。挂起就是我的人啊，不准客来，知无？宝啊，来。你去下一班。我不会啦。啊！风若吹起，就要飞出去。啊！来，愈远，闻着梦想的气味，继续保持。你今仔？要吃韭菜哦！Yeah.